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这位是我的仁兄，来自台湾的著名排笛演奏家李俊廷。这位是我的仁妹，来自北京的相当著名的笛箫演奏家马云。呵，如果大家看过我们的视频呢，上一个视频是在台湾，去年9月份，我们两个第一次合作。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北京，也就是我的地盘，我们又录了第二次合作的曲目《月光爱人》。你说说来北京的感受吧。哦，这是很开心能够再次的跟云鹤合作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中国歌剧舞剧院，它是一个相当大的单位。对，我的单位。能够从这么优秀的单位当中挑出一个优秀中的优秀，实在非常荣幸。我也非常荣幸。这部作品我觉得在我们的录制过程中有很多的默契了，比第一次来说我们应该步伐等等要比第一次要完成的快了一些。我相信接下来我们更多的合作呢会越来越有默契，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吧。这首《月光爱人》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等到有一天呢作品有一个量的时候，搞不好会有一场专场的音乐会。没有跟我说哦。哎，那就拭目以待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哦耶。啊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越是这种真情流露越 OK。